你们认识很多年了吗？我们好像啊，何止很多年，我们我的演过我的恋人啊，94年，94年啊，演过我们俩谈恋爱，老黄昏恋，所以我说夕阳红，我说咱俩是两代人，你说你还不高兴呢？96年，当时呢，我正在拍这个啊，《水浒》呢，我比如说还有2天杀青。就接到通知，直接飞到南苑机场，不准回家，直接进剧组。进剧组告诉我有谁有谁，我特别高兴的，我就来了。来了以后，确实这个节目呢有一定的困难，他让我说山东话。说山东话说的不标准呢。就那个作者呢，就给念那个词儿。我说您再念一遍，再念一遍，念一遍。等到排的时候，他每一句都盯着我，而且告诉我词儿。外边他有声了，我说什么？魔啊！就这个，我说的没有词儿，他就交给我。